走嘛，阿爸你先走，弄我。前面那拐弯的人去得了就一步吗？去不了，不知道。要还这么久啊？我也不清楚。你不知道？对。Thank you.
胖子，你的筋膜肯定超强了吗？必须的。走。第一不喝凉的，第二不喝汽水。